好的，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 TWGC 的国密 Task Force 小组其实已经快建立了一周年了。那么今天我的演讲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年下来，这个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是怎么样组建的，然后到现在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里会做一个娓娓道来的讲述。那么就是 Finally, it is already anniversary, 已经是一周年了。It will be an amazing journey with all the communities within the TWGC Task Force. 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贡献者们，其实大部分的贡献都是来自于他们的默默的无私的付出，我只是去希望把他们的这个付出的能量带到我们 Global Forum 这个平台上面来。那么我自己只是做了，主要是做了一些比较微组织还有这个前期的一个构想的工作，而其实绝大部分精彩的内容都是从贡献者里来的。那么我也很我也就是非常荣幸的就在这个见证到我们 Hyperledger 的中国 TWGC 这个社区里面，中国区的这些开发者是以开发者作为群的一种经验，还有一个案例的分享。那么at the very beginning, I always like to say why we have to do so。首先是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就是中国在这个1919年。就是通过就是在一个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正式表决了通过一个密码法。那么密码法呢主要的这个宗旨是在这个有几大方面，一个是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促进密码事业发展，保障这个网络信息安全，还有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水平。那么呢这里面也会有一个鼓励和推进这个商工作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商用密码，比如说商密码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密码分类里面属于是第三个级别，有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和商用密码。商用密码呢是用于保护不属于国家机密的信息，所有的公民、法人和组织可以依法使用商用密码保护网络和信息的安全。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国家，我就是这个 wording 里面会说，就是他们国家，我们国家是会鼓励商用密码的技术的研究开发、学术还有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那么其中有很大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包括也是实验室去做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里面就会有的，就是在想看我在这个里面的就是在开源的社区里面怎么样去推广这个商用密码技术。那么这个是从一个 top down 的一个 initiative 或者说是一个 specific 密码法推出来之后，我们在整个 TWGC 的平时的沟通还有微信的渠道里面就经常看到一些社区的朋友去问这个问题，就是讨论这个话题，说在密码法出来之后，我们的 Hyperledger 这些这个特别是 Hyperledger 是作为一个企业级的区块链应用，企业级的区块链应用这个框架还有 Greenhouse， 我们怎么样去响应这一个密码法的这个实施。那么好的，我们首先然后当然了 There will be some noise in sorry OK那么随着这个密码法的实施呢，后面也会随之推出来一个，就是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推我们这个人行就推出了一份起草了一份新的推荐标准，这份标准的编号就是 GRT 0484 0184 2020 2020是它的年号，然后0184是它的序号，然后 GRT 这边可以稍微讲讲，其实有一些这个 GRT 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内容的含义的。 JR 其实代表的就是金融，那么 T 呢其实代表的就是推荐，那么它其实本质上是个推荐的标准，但是呢很多从密码法颁布之后，很多国内的应用案例，特别是在金融行业，特别是在这个企业区块链和当它涉及到关键行业的关键应用的时候，很多公司都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推手，就是它不一定是
It is not necessary, but it is recommended, but it's highly recommended. 所以很多航空的公司都会有受到那个人行的邀请，去希望去实施、去推广这方面，就是根据这个安全规范去做对应的工作。那么呢，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国密改造的浪潮在我们 Fabric 这个圈子里面。那么，其实，在密码法实施之前，我们就是已经知道过有很多现成的一些 Fabric 的开源的改造。那么出来了这个之后呢，那么这个的重要性就更加提上了议程了。那么呢，也有很多 noise from our the Fabric protocol competitors communities。那么他们说什么呢？就是会说国密本就是 Fabric 不应该本身不支持国密。那么即使他们现在我们国内可能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厂商自己做了 Fabric 的国密改造，甚至还发了这个认证受认证的基于 Fabric 的国密的区块链产品，但是依然有很多在市场上有很多声音是说这个认为我们 Fabric 会不支持国密规范，以这个作为打手去劝说他们用他们的产品。那么How we react？我们的反应方式是这样。那么呢，我们在去年大概是4月到6月这段时间呢，感谢郭哥，这个郭哥呢，他就是看到了这个安全规范的出来之后呢，他也看到了我们社就是一些别的社区的一些声音，那么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的在 Fabric 的社区里面组织一帮力那个安全规范，就是说到底 Fabric 这个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不满足这个安全规范，在多大程度上是满足这个安全规范，那么甚至可以说是在这个安全规范的解析出来之后，那个解析甚至它其实都涵盖了一些非软件的非软件非 IT 设施的一些安全还有就是组织管理的要求在这个安全规范里面。所以我们 of course we know， 我们当然是知道其实 Fabric 不能够完全的满足这个安全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也相信它不是 Fabric 本身不完的原因，而是就是说在很多其实在别的一些competitor 的 protocol 里面其实它也不能够满足安全规范。所以这样子是单独的作为这一点不满足安全规范来去指责我们的社区，指责我们的软件，那么指责我们这个开源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呢，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不会去直接回应他们的一些 noise， it is not decent。 我们回应的方式就是我们看看自己有哪地方可以改善，那么逐条的这样子去进行解析。我们这个解析工作持续了大半年，有并且去持续了三次的 review， 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人先认领了一遍自己的那个 portion of 这个 partition， 比如说每个章节里面我们每个人去对每个条目进行 review 完之后呢，然后互相之间交叉检查，然后才出了一个 beta。 那么最后再做一次作为一个总稿的一个检查，最后现在是 finally we will release at TWGC。 这就是我 how we react when the competitors claim we are not satisfied about the specification。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不满足的一些要求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会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对于这些不满足的要求呢，我们见到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开源社区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对 Fabric 的这个改造的一些现有的一个成果。那么甚至到远到我们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 TWGC 的一个创始人宝华先生，那么他其实都已经在提出了说我们能不能在 Fabric 里面去支持这个国密的一个 curve 的 SMR 曲线。那么呢，这个消息曾经都被 marked out stale 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最近又捡起来了。那么其实这个 ticket 现在还是应该能够在 public with 在这个就是5496。那么我们虽然就继续有起起落落，但是我们呢，其实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方面的工作的这个推进。Sorry。那么好，然后去做这个
满足这个不去解决这个 Hyperledger 还不能满足的一些问题呢？当然除了有些是跟软件之外的问题，我们就可能永远都不能满足，或者是甚至是不适用的一些条款我们就不管它了。但是我们比如说是在适配商用密码机，在适配这个在国密的软实现方面，我们能不能够给整个社区给整个 Fabric 的这些厂商开发者都能够带到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基准呢？那么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创建了这个 task force。 那么大家能看到可能现在是5月6号，就去年的5月6号，我第一次提出这个 formation 或者说是 initiative 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六点。那么一开始起的名字叫做 Fabric 国密 Open Governance Proposal， 那么的链接也放在这个下面。那么我们在这个formation 的实施里面大致的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收集的阶段，就是我们会首先先收集一些现有的开源的改造，不是从零开始，然后呢就看看现有的一些在这个社区各处的一些开源的国民改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有没有可取之处，有没有这个不足之处。那么如果就是我们在这个 formation 的当中接下来的实施当中呢，也希望那么在当然在取证不难之前，我们就必须要先收集到这些信息。我们大概是花了2个月去收集了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国民化改造项目并且进行公示。这个公示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椅子改造。那么当然我不是在它也是 post 在我们的 wiki 里面，我这里就没有放了。然后但是我们右边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信息收集阶段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联络我们的社区的志愿者们。这一个然后因为国密这个事情在中国这个Fabric 的社区里面也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集到超过50个贡献者，旗下的一些样的贡献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贡献者都是active volunteer， 或者不是过所有的贡献者都是有很多的 input， 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提名，作为一个表态，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一个话题的关注。那么我们最受到的支持最大的在已知开源国民改造里面呢，是有三个基础库。那么这三个基础库呢，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 TWGC 国民小组已经声明在外的基础库，他们分别来自于同济区块链研究院、中国网安，还有北大新乡圈实验室、关老师的 GMSSL。 那么我后来也采访了一些业界的一些同行，他们觉得能够收集到这三个基础库的同事的贡献来说，还至今为止在业界还没有类似的举措，就是算是业界领先的一种水平了，他们这三个基础库。那么呢与此同时呢，我们 TWGC 的GMSM 的 Task Force 的 社区朋友们在这个声明海外的一个基础上面也做了很多增强的工作。那么包括像那个 GMSSL 本身是一个 C 语言的库，那么要进 Fabric 的时候它要做一个 CGO 的一个 interactive 做一个接口。那么 GMSM 本身是给梧桐链做的一个基础库的一个代码。那么对于在 Fabric 里面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哪些是那么呢也在这个进入 TWGC 的时候 GMSM 也做了大量的改造。那么 CCS 就接到它直接是将整个代码都贡献到了 TWGC， 而不只是一个 fork。 那么项目实施，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讨论和工作细化，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志愿工作进行划分，有几个大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基础小组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本体改造的一个方向。那么像之前所说的就是基础库一开始有直接贡献的基础库，我之前已经说过一次。那么每个基础库本身的那个 contributor 本身的 maintainer 也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TWGC 的 task force 里积极的参与这个维护贡献。那么本体小组的话呢，就
要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本体应该怎么改，就会有挺多的这个来来回回的一些方案。那么本体小组的话呢，就是我来去主持的。那么与其这个国密的 task force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副产品，今天带下来给大家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how to host our source code。 其实在国密的 task force 这个建立之前，我们 TWGC 有四个方向去工作，一个是就是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有 scenario and cooperation， 有这个 ev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third is the。 但是这其实四个小组呢都没有统一的代码托管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以前可能文档，我们现在的会议其实正式上是在 host 在 conference wiki 里面。那 conference wiki 它毕竟不是一个代码贡献的一个地方。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 i18n 小组里面会经常做的，比如说 February i18n docs， 那么是一个 GitHub 的 resources， 那没有问题。但是如像其他小组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给 TWG 贡献的一个代码库。那么一开始我就会跟 Ryan 说我想就是做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Ryan 他跟我说 ，Ryan J 跟我说，他说 OK， 那你要有好多 quota 可以用，你说想开大概是你可以这个在不会说你就开想开很多，影响到他。那么我说不是，我希望有一个 dedicated 的一个 pool，dedicated 的一个 organization for TWGC also under the Hyperledger。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无法预见到这个库里面加加减出了多少的项目会。那么如果每次都要劳烦到 Ryan join 的这个时差会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其实 TWGC 在这个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独立，可能包括说这个管理上面是 how to 这个 maintenance， how to process 这个 project incubation 在 TWGC 下面。那么不一定是我们这个我们自己讨论过，也觉得并不是非得要靠这个基于 Hyperledger Labs 的那个框架去做，因为 Hyperledger Labs 的那个框架我们 TWGC 是没有 no say on that。 那么包括这样的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也是觉得 Labs 的被 incubate 的这个过程是有些阻碍的，无论是那个respond time 上面。那么我们因此就觉得就自己开一个 TWGC 可能会更加方便的鼓励大家去进行贡献，后来发现确实也是这样子的。那么 finally we have done， 那么现在已经看到我们有已经有25个是文档类的，有些是 wiki 类的，也有一些是纯代码的项目，然后呢也募集到了有50个成员。那么有些当然有，当然很多是不是 TWG 的成员可能看不到，有些因为他的membership is invisible 的，但是在我的角度看，他其实是已经有52位成员，那么总共有分支成5个这个工作小组。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才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因为我们其实去年才有这个GitHub 的一个 organization， 然后是去年才开始去筹划这个 project incubation 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workflow。 我觉得欢迎大家继续，也欢迎大家就是积极参与这个由这个华语的这个语境里面去探讨去 collaboration 和去 jam 的一个组织。那么好的，那么以下这些是我之前基础库的链接，之后就是之前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迁移前的，或者说是在收集的过程中我们找到的那个截图，那么现在迁移之后这些链接是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呢除此之外，我们 我们这个 GM Task Force 还自己的去创建了不同的这个国民基础库，比如说像 Java GM、 Node GM，还有我们 fork 从那个别的社区里面去借鉴的一个 libsm， 是一个 rust based 的一个国密的一个 library。
那么同时的我们考虑到这个国内基础库的之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in rest and in transit。因为在我们国内的规范当中呢，除了说在 in rest 的这个关键的信息安全需要用国内套件的这种加密还有安全之外 ，in transit 这个也是在规范的应当去实施的一个考虑当中。那么呢，就会导致有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 Fabric 的这个社区里面，那么它数据的 endpoint 很多是 HTTP， 很多是 gRPCS。那么我们在这个寻找时也发现，其实市面上并没有很多开源的方案能够实施到，或者说是能够 up to today in the maintenance status， 能够去提供一个 gRPCS 的国内改造，或者国内改造，也更少的会出现到。比如说 SDF， 这其实是国密版本的 PKCS11 的一个 HSM 的接口的改造，或者说是甚至像这样的一个基础库，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也是没有的。那么我们 TWGC 的 Task Force， GM 的 Task Force 是自己从零开始 start from scratch 去搭建了这些基础库，而且完全是以 Apache 2Apache license 给大家去使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GM interoperability， 这是来源于什么呢？这是来源于我们现在有了那么多基础库，我们怎么能认证到在不是一条一条的按照这个规范的标很冗长的这个 documentation 去 verify 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这些国民的基础库互相实现出来是正确的呢？他们互相怎么能够保实现跟别人的实现是可以互操作的呢？不会，而且同时还能保证，如果有一个基础库，他自己如何能保证他的代码的改动不会破坏他的兼容性呢？那么我们就提到这个很。也是业界出名的，也是很多朋友想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GM Interop。它是一个集成的测试库，将所有的这些已经发布或者说已经比较成熟状态的一些基础库，互相做一个交叉检验、格式检验以及这个加解密检验的一个。那么说，那么讲了那么多，那么这些跟 Hyperledger 有什么关系呢？好像这个中国的一些事情。那么从这个企业区块链的角度来说，这些中国的这些基础库跟这些 Hyperledger 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种from up to down？当我们去想要真正去做一个国内改造的时候，我们最难的并不是说 Fabric 本身的改造，我们最难的是在我们整个中国开源的社区里面很难找到一系列高质量的基础库。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连基础都没有，那么我们怎么去只构建一个可信的一个开源的区块链的国内应用呢？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我们 review after 信息收集pool 的 open source service， 这个 available in the market。另外呢，很多就是 Fabric 的很多一个 fork， 就是很多一些现有的一些改造，它是改了一些部分，然后又没有部分，就是它国内改造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可能是当时改了一个 patch， 那么后面就是没有时间去做了，那么就一直就是停留在那个版本上面，或者有些是 hard code 的，就是说你不允许可拆。之后就不能够很方便的改回去原来的非国密的一个版本里面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些改造如果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非商业的一个组织去托管去持续的维护，那么它可以校验吗？值得信赖吗？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不得不出 from bottom up 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做起数库，是当我们的是 after our review of the 信息收集。那么最后我会讲一下关于我们现在有基础库上面有着长足的长进，然后我们的 GM interop 也是一些正式完成，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四个基础库之间两两之间是能够达成一个互操作的状态。那么现在主要的其实有一方面是我这边的这个 workload 要应该要做 FC。那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已经 proposed 的一个 fabric FC 叫做 modularize 的一个 FC。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data in transit， 我们实际还在做的过程当中。另外就是第三个就是 extend 这个 from language support， 就除了 Java Node 之外，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语言的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 SDF Go 的这个软硬件接口其实是刚刚开始入驻，那么我们也要去持续去改进去，特别是在测试还有代码稳定性方面去做改进。Okay, and finalize all are welcome and welcome join us.Thanks for the other audience and listeners.